今仔要找林天树，你唔走去因家找，哪会走来阮家找？啊！你骗笑！什么人唔知影讲伊甲恁是甚么款的关系？伊还阁欠我3000万的咧，人甲我拖出来，赢若无我对你无客气哦。今仔日是伊欠你钱呢，唔是阮欠你钱呢，啊！你哪会使找阮杜少？好啊！什么人唔知影讲伊后面的头家就是李长？你伫咧胡作背景，伊有甲我讲过。欠我的钱也无地摕，摕我对你就摕。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哈？哪个唔走哈？我叫警察来，你看看。报警！是我是不是？你看，笑什么？我是孙兴的老母啦。你讲这孙兴那是你的囝？我唔对啦，阿兄是我的小弟啦，安怎样？那呢？你是误解什么人？哦，是一家人啦。伊是我的小妹啦。你是一家人？是，请你看我的面子，放因煞好无？伊唔知骨来无？你啊，这安怎讲啊？因为迄个姓廖的已经将这条蛇拘留我这。阿姨啊，你甲这个姓廖的是不是真早就熟识啊？啊，林天树是搁欠伊偌济？啊，迄姓廖的讲哦，还搁3000万呐。3000万，我来去找。哎，美芬啊，我陪你去一撮啦。要单独家己见面，也不过你安尼去哦，受过危险啦。放心啦，伊袂对我安怎。无啦，阿母。哎，碧云啊，较细腻的哦。这姓廖到底有甚么关系？陈小姐，我在你内底等你，请。
这是我的厝价，价贷还有1000万，不过还有400万的贷款。这是我的银行簿啊，内面还有200多万。啊，这是我生理上的小簿。你无记，原来你早就去大钱。因为我无想要欺骗你的感情，我未跟你计较。阿哥，我计较，因为我心肝内，单向吴明雄这个人命。那你今日来要做？我是希望你会当放我家属。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弟啊。放我家属的英明，我有一个条件啊，因为你给我。真实的，我袂当答应你。为什么？我想要入吴家的公妈厅。你这个戆查某，这30年来，吴家公在咧照顾你，你家己做生意，买厝，什么人替你出钱的？你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哈！你想讲你已经找到恁囝，你为啥你就会当落叶归根？你敢有想到讲你吴家的老查某？伊心内恨你已经入骨啦，无用你一脚步踏入吴家的门，你知无？你把我放开啦，把我放开啦！刘三，你听我讲好无？我这摆已经袂后悔啊！我今日会安尼做，拢总是为着我的后生。假使伊若知影咱两个人的代志，伊一定会感觉无面子。你头会夹袂起，你知？你给我放开啦！假使我若愿意带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到底咱是本事我呢？假使你还是答应放我家属，我就答应对你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甚至会救他。阿兰呢？林天树呢？你怕什么安怎？你又可以为林天树公正啊？我不是要替林天树公正，我顶多是希望你会当找到伊的人，给吴家有一个交代。伊人真是无在吴家。小囝啊，无论怎个偏僻，还跟你不是把你认出来。